神念留居合剑是传承日本武士剑术的一个流派，创始人是陈俊甫师傅。这个流派是讲求精神意念收集为主，肢体活动为次，是注重礼仪、纪律以及尊师重道的。他的动作以简洁流畅为目标，不求花巧，所以个运动量不大，但是就很适合一般老少咸宜去练习的一个剑术。